Yo, what's up? 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 你好，我是侯，我们再一次的回来到了我的 vlog。 那呢，我今天要回到去我的老家，因为明天就有一个是一个游神，但是我今天开始拍这影片就是记录一下我们明天会做什么，所以我先做个开头，这样子我就不会很尴尬了了。那你们不要看我这个眼睛，我眼睛坏了，没有办法谬钱了。那我们现在就跳到明天 ，OK， Let's go。那我现在准备一下，然后带好我的东西先。要赶一个小时的车程，现在要赶一个小时的车程，所以我一个小时的车程就会拍了。到我再跟你们讲啦。好了，我先回到家。哇，你看看到回到来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破盖。哦，我觉得好累哦。12:57，现在是太晚了，我觉得我明天早上又要起来，我觉得太累了，然后明天又要拍 content， 又要拍一大堆东西，那我们等到明天咯，话不多说，先睡觉，明天见。Good morning， 今天是第二天，我2点多还起来。好嘞，昨天太晚睡了啊，今天要忙了，现在要去打磨。Let's go。Good morning。Good morning。你好吧？不错。我要打针了。不错哦。我要开始我的 daily vlog。哇，我们现在拍完 content 了，你看，猫粉现在累了。哎，你要拍什么？我要拍游戏。拍什么游戏？吃鸡。好，我现在要拍他的游戏了。像我相机没有电了，我只可以用手机拍了。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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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刚刚在拍什么的话，左下角会有，然后记得帮我按那个赞，然后分享出去，有可能对你们有帮助，有可能是对你们有了解更一个境界，是不是？你讲啊，等一下我们先拍他的影片啊，之后晚上又有一个很大的东西，又要游神，所以谁有来的话，下面留言。算你2个小时哎，你想一下，超亮啊！2个小时可以做什么？你懂吗？超亮啊，可以。2个小时可以打屁。哎，还刚到哦，这三米讲。你也是，你等你2个小时，你跟我讲，等一下。别讲哦。你屁！差点睡着，你知道吗？我超亮啊，我觉得。我这边觉得超亮。可是今天比较少的。不懂哎，我觉得很不错。今天比较少人哦，我觉得不错哎，不是比较少人，我觉得，因为去年比较多人，我觉得很尴尬嘞，我不要尴尬，我们是有
我很尴尬，我觉得。不过我要讲解哦，真的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我要讲解。你看到、哦、这个摔哦，你看小小个脚架，然后大大个手机。什么叫大大个脚架，小小个手机是吗？没有，大大个手机，小小个手架。对呀、啊，很大个，我觉得可以。看我这个还是完美的手机，好吗？你这个是，哎呀，相机嘛，我这个是手机。我开始要换一个镜头了。啊，所以我也是，但是不可以哦，不可以啊。那我们往前走走。这是叶俊，他很久没有出影片了。你几时继续拍？几时继续拍？有啊，阿春啊，有啊。有哎、欸。阿春去订阅他频道。放他鸡了。啊？放他鸡了，还有。我没有听到哦。去订阅他新频道，他就频道就没有了。对。我没有找到哎、欸。对啊，是我太弱是吧？对，你太弱了。那，好的，我接。来，让路。让路，清水娘娘出。看到超大尊了，超美。我可以。Zoom。我也可以。我觉得我们不要顶路哦。我觉得美哦。不要顶路比较好，不是？说嗨。嗨啊你哎你看看看看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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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快屁孩呀！我去看看人家前面到底有吗？这个剪超久啊，真的一点超久。去 subscribe 他的 YouTube channel。哎，看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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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看到孙悟空啊，穿帅了。哇，超累。两个拿三九。感觉要开一技能啊。感觉要开一技能给他一棒啊。别望着孙悟空，别望着孙悟空啊。看到美猴王，我想到一。第二傻可爱攻坚的绝技拳哦。哎。哦，通常都是做那种小视频的啦，因为今年不得空嘛，要忙着SBN 啊，对对对，对，这集肯定黑黑了，肯定看不到我们了，看不到人了，看不到人，第二要看看就好，看看就好就好，看看就好，不要太认真。其实我有一个一句话跟你们讲，其实你们考 SBN 要加油。虽然我没有考，虽然我还没有毕业，虽然啦，哎，比较早出社会哦，就先踏进社会的第一步先啦。要 subscribe 他的 YouTube channel 哦，可以看他的那个小资料，看看就好，看看就好，看看就好，不要喷他，不要喷他就好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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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如果喜欢的话，点个赞分享。这期还有订阅我，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，就在点他的脸，看下去就好了。好，记得订阅墨粉攻坚，右上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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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看就好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